是他，他黑化蜘王子，要完成作业，他才会恢复理智。对了，是瑞比家的猫生了。别说了，会拖不完的。你们逃不掉的。站住！别跑！抓住你们啦！来不及了，你先走。派老师还没找到我们呢。派老师，我作业没写，冲我来！猛男射击！妈妈买的手机，谢谢你。猛男射击！准时交哟！不好了，因为没人去上课，英语老师黑